常绿，乐达咋地？整容有风险，医院要会选。长春中研美容广告做的是相当红，在东北美女中研制造，不吹牛逼行不行？东北美女美不美？那是爹妈一起给，跟你中研有毛关系？你打广告糊弄鬼，铺天盖地吹牛逼，你吹得比朕还他妈虚。整形技术纯靠蒙，整好整坏凭运气。当年的未满18岁，一心想要变完美，谁知遇见无良商，如今想想真后悔。中研美容失败率比那惊雷震天地，双眼皮儿就做3回，那你说让人气不气？眼角开的也不一，他却强持有多力，三只做主给全接，院长承诺算白数。黑心医院赚了钱，将他一再去拖延，花季少女难维权，青春一去不复还。少女无奈找媒体，想让大家评评理，谁知媒体被公关，与那医院在一起，说公关就公关，别看那中研浪得欢，直到老天收拾你们，让你们医院化云烟。有权有势欺人甚，少女委屈无人问，中研句句阴谋论，如此商家遭人恨。微博打黑会正义，素不相识帮转序，不怕权势破除名利，自古英雄有霸气。中研医院怕传翻，威胁大威把铁三，不料大威毫不惧怕，四位百姓来求奸。整容整形有风险，那可是你自己脸，爱美之心人皆有啊，专业医院要会选。真材实料是王道，父母为之也骄傲，花钱遭罪到了最后悔恨当初太年少。找理由。